好，欢迎翻到嚟 Part Three 嘅动漫万岁！我哋今日嘅题目系星之影。嗱，咁啊，星之影咁拍拖咧，咁啊，针不过我讲起咧，我想讲一样嘢就系佢哋个佢英文名咧有两个，一个叫 The Shape of Voice， 一个叫 Silent Voice。啊，跟住我第一时间见到第二个译名，我就谂起写嗰首 O.P. 你唔关事，唔关事咯，好唔好？你嘅嘢嚟嘅。哈曼大人万岁！啊，但系冇嘢嘅。翻翻嚟星之影咯，咁就讲呢、這个头先啦，就主要针对翻作品嘅评论啦。咁就其实咁作品背后有冇啲咩信息咧？咁呢套就好明显就有就有唔少嘅。头咁就首先讲嘅系其实欺凌呢样嘢咧，虽然唔系佢主要讲嗰样嘢，但其实我觉得佢写得好嘅、因为佢基本上咧将欺凌事件入面咧。包含的所有大部分有的不同類型的人物都寫出來了，其實他都可以改一個副標題叫做欺凌的形式這樣，是啊，就是欺凌之形，欺之形這樣，欺凌人的一百種方法這樣，欺之形，因為真的這樣說，我自己呢在初中的時候都叫做 有經歷過這些東西，這樣就是我然後我看回這套東西就發覺啊，是的，真的即係我見過嗰啲冚家產咧，咁咧喺呢度都見得翻出嚟嘅。即係譬如有啲就係直接明刀明槍嚼鳩你啊，有啲就扮曬好人啊，但係後屘事後你發覺其實佢係喺後面捅鳩你啊，又或者係幫手散布留言，等大家覺得你係一個柒頭啊。其實基本上都齊曬，而其實佢同埋有啲激烈嘅心理元素，即係好多人當事人唔覺，其實嗰啲其實都係，因為其實你見阿石田之後被成班屌變受害者嘅嘢，都有啲係屌你夾硬撳撚住個頭啊，咁啊執鬼住佢咁樣咧，即係其實執到個可能只不過係真係覺得，我哋只不過係玩下啫，但係其實俾人執嗰個咧，真係唔撚好受啊會。係，同埋我反而同埋咧，佢寫到一樣嘢就係其實比起阿石田真係揾沙掟佢啊，揾嘢掉佢嗰啲嘢咧，其實我對於蕭子嚟講，佢最介意係啲女仔講説話佢聽。其實對於俾人蝦嗰啲人嚟講，其實咧，除非你真係揼到我流血嘅啫。但係其實對於俾人被欺凌嗰個人嚟講咧，佢最介意係啲人一路都 keep 住個喺度講你壞話咁樣咯。其實呢樣嘢係最 hurt到人嘅。對於青少年嚟講，最容易受傷嘅其實係呢啲嘢。咁而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寫到話最後其實蕭子佢自己都有問題。咁其實呢樣嘢我都有幾有感受，因為我自己就係佢，我當然係會其實俾人蝦嗰啲人都係咁噶啦。當你嗰一下蝦事件過後冇幾耐，你都係會好撚嬲，就覺得自己好撚慘。係班撲街想我死，害鳩我咁樣，咁一定會咁諗。咁但係到過咗即係都過咗好一段時間之後咧，自己反省翻，其實點解佢哋蝦我呢，即係會或者話會揀我嚟去變成一個。把的對象呢，其實又不是說找不到原因，因為我那陣就脾氣叫做比現在更加臭了，又不是很懂得去即不懂得看眉頭眼額，即可能我不懂分條友是不是真的是講笑還是講真，那又很容易發爛渣，那個搞在個性格那麼不討好的情況下呢，他們想找人來去欺負呢，那選我是很正常的，那麼即叫做即係好似燒紙嗰個情況咁樣，就係你如果你係過一段時間，你有反省嘅，你會發覺自己俾人恰唔係完全冇理由咯。係啊，咁就係咁樣啦。咁佢所以，我覺得佢寫欺凌嗰個位係寫得幾好嘅。即係其實就唔即係你當然係受害者，係受害者，但係受害者就唔係真係完全冇責任咯。呢句有一句説話係真理嚟嘅，就係可憐之人，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咁可恨之人亦都有可憐的地方，即係正如恰你嗰啲人亦都唔係完全係冚家產，即係譬如有一個恰我嘅，佢又係班嘅風頭等嚟嘅，但係之後我知道其實佢屋企係有問題，即係佢個家庭關係係有問題，咁其實你會明我就明白其實即係好似頭先講嗰句説話咯，就係、是。你大家無論是受害者和加害者都背後都仲係會有啲嘢咯，亦都唔
係可以好片面咁話佢係冚家鏟，或者話佢係好話佢係好慘係被害者，就可以解釋曬所有嘢。係啊，咁所以我覺得點解我會話咁留意佢寫欺凌呢一個部分咧？因為譬如睇少女漫畫咁嗰啲欺凌故仔就好嗱例牌都係寫到個女仔寫到個女主角好撚慘，然後有人救佢，咁就突顯到其他女仔係撲街。其實就係咁嘅啫嘛。但係佢呢一套佢會很即係因為佢另外有個主題要講溝通啦，所以因為佢就所以咁樣佢要更加去抹開翻佢呢啲人唔同嘅往事、唔同嘅諗法，咁所以就反而令到欺凌嗰個問題咧寫得更加立體咯。所以我覺得係寫得好好嘅，我覺得呢套全部係冇錯。少女漫，少女漫條formula係。個女主角會受到欺凌的時候咧，的而喺呢個時候就會有一個清爽到 100% 嘅男角出嚟，清爽到 200%， 係清爽到 200% 嘅出嚟。然之後而呢個清爽到 200% 就會幫你去揾，就會幫你令到其他人了解你，就會得到兩個呢個基友朋友。然之後喺隨住有田係嘛，隨著發展你嘅時候，就會拖咗十鳩廿幾話嘅時候咧，就。唔係拖幾話就會有一個新女角出嚟，就會覺得咧你係連累個男主角，就會咧去搞呢搞弄嘅時候咧。但係就算喺咁嘅情況底下，你同個男主角最終都會互相理解，就會達到成為一個好想閃死你嘅局面。唔係啊，唔係咯，錯啦，應該係去到中途，跟住之後女主角咧就會崩一崩潰，終於都頂唔順啦，跟住之後就會俾個男主角強推上牀。多啲多啲係唔同雜誌有啲，你呢啲係霸道總裁系列啲咩？咪又或者系咩咯？或者系其实个男主角就系欺凌你嗰个咯。你哋哈哈哈就中意咗你咯。喺一个短篇漫画咧，系短篇漫画嚟噶。就系个男女主角有一日突然间电梯度相遇，然之后个男主角就问：咦，你系咪处女？个女主角话系。然之后等于之后，等于就会去搵个酒店。系啦，等于就会交啊，就会大家交流一下，然之后个短篇漫画就完咗啦。跟住之後，最後嗰一頁就係、是，其實你會發現佢有肩頸關節，緊關節痛，食七海健樂。你廣告嚟嗰度點啊？話你做咩幫人賣廣告啊？我成日幫人賣廣告，我哋成日幫大台賣廣告噶啦。係，唔係啊？我哋好撐大台噶嘛。係咯。係啊。翻返嚟啊，夠啊！但係阿森，你要記住，呢套係少年漫。啊，得，明白。喂，你見到啲 MMA 畫面，你都知啦，係嘛？去，西宮選手，職業選手。西宮選手，屌肖智老母，一嘢入去中路嗰下，哇，真係高手嚟噶嘛！但係呢啲大家有睇就知噶啦嚇，咁啊，唔係咁講翻就係、是，因為咧，我覺得即係你講話欺凌問題呢樣嘢咧，就係、是、日本就好撚嚴重噶嘛呢樣嘢，嗯，即係其實香港都有嘅，即係譬如我啦，我自己都頭先講先。我覺得日本嗰啲欺凌手段啲花樣多啲咯。係係咯，係香港花款多啲。好一即係都係嚟嚟去去都係嗰樣咯。嗱，香港有兩種嘅，一種就直接啲暴力打交你打到流血嗰種，另一種咧就係、是、比較高張啲，就係、是、成班友不停咁灌輸你一個理念，就係、是、你係一個柒頭。咁又令到你自己都覺得自己係個柒頭，咁就可以俾任佢哋玩啦咁樣，咁就主要係呢兩種啦。咁但係日本就除咗呢啲，就有好多花款啦。譬如如果有啲漫畫其實有提過，譬如有一我睇過咩有個叫咩魔法律事務所顧問咁樣咧，佢有一個學生就係佢一路俾人恰，然後恰到畢業嗰下咧，佢啲同學突然之間好熱情咁同佢講：，對唔住啊，以前咁對你咧，我俾啲資料咧，我哋第時要保持聯絡啊，咁樣。你啊。咁然後到畢業嗰下咧，嗰、那個俾人恰嗰個先發覺咧，嗰啲通訊都啲資料全部都係假的。呢、這個係最後嗰一下欺凌致命一擊，逼到佢自殺咯。係啦，就係、是、玩到咁盡嘅，即係日本係。真係好鬼多花款嘅真係。好多即係新奇有趣嘅招式啊咁樣。所以。但是咧，你話漫畫嚟講咧，就好多都即係星之形都有句，佢唔係重點想寫呢樣嘢，但係寫到好似佢咁深入嘅，其實反而唔多嘅。唔係佢其實咧，佢因為係小學環境咧，就唔係中學咧。小學嗰啲佢係更阿石田啲真係更加單純咧，
玩到後期玩到玩呢、這個坐定嘅咧，純粹佢只不過拆嚟拋兩拋，跟住等於，但係佢係只不過拋兩拋就拋出街咯，成日。佢唔知舊嘢咁貴噶嘛，都唔明白舊嘢爛咗嘅意義係喺邊度咁樣。咁佢唔分輕重咁解啫。咁樣係啦。但係佢即係對於事後啲人嘅心情嗰啲描寫就，即係我諗係我好少喺即係其他就算寫欺凌嘅作品都唔會寫到。咁樣佢通常都會講到個受害者就好好撚慘，然後講佢點樣起翻身咁。佢純嗰啲加害者咧，佢只不過係冠一個惡嘅名聲俾佢啦，就冇去到依度講得咁貼切，就係佢哋其實唔係大奸大惡噶，佢哋其實只不過係為咗玩嘅啫。係，而其他係只不過啊，佢哋蝦型佢哋唔啱，就係停留咗呢個局面咯。個作者就設定咗佢哋係撲街，所以佢哋就係撲街啦。係啦，咁就其實我又覺得片面得滯，因為。即係哪怕係我自己都覺得，當年恰我啲人都唔完全係真係撲街嚟嘅，佢亦都有好嘅一面，咁但係唔、就是、對你展露啫嘛，係咯，佢唔係對我好啫嘛，你唔會知咯，唔係我知㗎，我見到㗎，我見到佢對其他同學好，對我唔好咯，咁就係咁啫嘛，就係、是、佢因為佢唔中意我就係咁簡單嘅嘛，咁就係咯，就係、是、佢寫得呢樣嘢係我令到睇到我幾有感覺嘅。所以係佢真係寫得好，咁而由觀所謂溝通呢樣嘢都，喂真係呢個呢套嘢真係好適合而家好多人睇啦，因為而家好多人都係淨係識諗自己噶嘛，啊即係好多人都會覺得即係我諗嘅嘢係嘛靜，係咪傾會得罪好多人？系啊，好似我哋唔敢讲嘢，跟住讲捻咗嘢就玩捻完我哋。静咗，唔紧要，唔紧要，放心出嘢。在场三个人都系净系识谂自己嘅啫。系啊，我都系，我哋都系，我哋三个都系，我哋三个都系嘅。即系我意思系，我唔会，我唔系屌其他，即系我唔系穿井咁样噶嘛，我唔系屌。我不是穿井咁讲啊，我自己就最捻团结，你哋净系识谂自己嘛，我自己都算啦，我哋唔好再内斗啦，我哋而家要心怀慈悲为你而战，点啊？做人最紧要正直，好啊，系咁就即系，因为而家真系好多人系好似即系呢个本来系青少年问题，但系我而家发觉咧，年纪好多年纪大嘅人都系咁噶，即系好多时候佢讲到。講到好多好有理，好似好有理念咁，打到最後嘅所有嘢都係為自己嘅。咁、我覺得係即係為自己唔係話一個問題。咁即係人係人總會諗多啲自己，亦都冇問題。但係除咗自己之外，可唔可以留翻啲空間嚟去諗下其他人嘅感受咧？係咪保留一絲嘅空間嚟去了解下自己同身邊啲人發生咩事咧？你要抱住咩態度嚟去面對唔同嘅人咧？咁樣係好需要，因為。好似我咪後咁嘅講啦，其實蕭子就係點解其實蕭子所謂聽障啊，所謂聾啞呢樣嘢咧，作品其實冇探討得太多啊。但係因為點解要寫到蕭子係聾啞人士咧？我覺得係其實佢係暗喻緊，其實唔係淨係蕭子係聾啞，你哋所有人都係，即係蕭子係聽唔到，亦都講唔到，但係其實其他人都係一樣，佢哋唔會聽人講嘢。亦都只係會，亦都唔會表達自己嘅內心感受。其實佢哋同蕭子係差唔多嘅。我覺得係有咁樣嘅表達咯，係一個對比咯，係啊，咁你哋係咯，有冇咩補充啊？咩補充啊？就冇乜啦。我真係個補充就係啦，咁有人就講個圖嘅溝通比啦，咁啊同另一套。都是同人講溝通的劇場版電影去做相比啦，咁而嗰套劇場版而將來就直到即將會真人出真人版啦。咁但我又想講，屌，我覺得其實兩套嘢係冇得比咯。如果大家同人講溝通呢樣嘢，我係唔驚啊！開全名四月是你的方言啊，唔係啊，乜撚嘢啊 ？OK。傻鸠年，好想在心底说出心底，我想大声说出心底话，傻鸠你，点会系四月四日放言啊？你老母，人哋都死烂咗啦，你有冇人性噶、啊？你人性噶、啊？对唔捻住，对唔捻住，大声说出心底话，系啦，即系又系江妈啦，即系大家同样各位喺沟通动画嚟讲咧，呢个亦同我觉得星之鞋即系最终系讲到沟通嘅重要性咯，而唔系。
好似嗰套咁樣，屌你同我講話所謂嘅溝通，只不過係我大聲鳩唱咗首歌，然之後就係溝通咗咯。喂，唔係你明唔明啊？寫劇本嗰個都係唔撚同人溝通噶嘛，佢點會寫撚到溝通嘅咩啫？即係兩套嘢係完全冇得比，我真係見有啲人拎嚟相比，我真係完全係拗撚爆頭，真係。嗰套你淨係為咗入去睇水瀨 B 嘅啫，係啦。根本所以真人版冇水瀨 B 喺我睇嚟版。你咪就係入去睇水瀨 B B 唱歌完㗎啦，套嘢冇價值㗎啦。喂，同埋其實如果直頭攞啊，同埋直頭攞編劇嗰樣嘢嚟比啦，就係因為阿光田。江田佢好多嘅作品咧，其實到最後都係攞愛情嗰樣嘢嚟解釋曬所有嘢噶嘛。但係咁好明顯，星之形就唔係用愛情做主導啦。咁啊係唔同嘅，咁件事係唔同嘅。係啦，即係譬如那花咁樣，那花佢都係講緊一班 friend， 即係有啲經歷，然後有各自有心理問題，然後講點樣解脱，點樣去釋放翻自己。但係到最後佢都係用愛情嚟解釋曬所有嘢噶嘛。嗯，佢。究竟是不是真的有釋懷到呢？我其實到最後你都不太覺得，硬講到好像因為這個大聲告訴你，就是因為女主角之前亂說話，就令到自己不敢去跟人溝通嘛。但是最終的埋咪是怎樣，就是說、哦、原來我喜歡那個男生，原來他不是喜歡我，所以我就不能唱了首歌了。然後突然間男生去、跟他說一兩句，哦是的，我都去唱回，但是最終他都沒有就於因為我以前亂咁講嘅，而令到我而家唔夠膽同人溝通呢樣嘢，有解決過咩？我唔覺得個劇情有同我喺呢方面著筆過咯。冇啊！但係星之人真係有講話，因為各人嘅單一方面去嘅一廂情願去投單箭頭嘅時候，你咁嘅溝通方式係唔會有好嘅結果。我覺得佢係表達到呢樣嘢咯。係啊，其實咁，所以我就呢套嘢係。即係所謂話值得睇嗰樣嘢，除咗係京都嘅作畫之外，亦都係我覺得佢真係有探討緊佢嗰樣所謂佢想探討嘅話題。嗯，而佢最後佢帶出嚟個信息係正面嘅，而正面得嚟你都唔會係即係好似強制正能量咁樣啦，即係夾硬扭到結局。唔係強制正能量，係即係至少動畫咯，即係動。因為我覺得漫畫後屘又碌翻個尾嗰集嗰度咧，即係嗰個 BBQ 式嘅幾年後咧。我又覺得真係有啲做多咗咯，有啲 over 咗。但動畫就嗰度講到始終都係太過無謂嘅。講真嗰句，而動畫咧講到佢最後，講到阿石田終於即係最後以佢願意喺文化制度放開自己去感受世界呢樣嘢嚟終結，就係、是、我覺得係正能量得嚟唔過分嘅。所以係電影係好值得睇，咁當然原著都好值得睇啦。原著嘅佢有好多背景嗰啲位置，你交代得多咗，你會睇得，你會多咗多啲感受。對個角色個理解會係會可能會有唔同咯，會係啦。咁所以呢套係一套好值得睇嘅，係啦。最重要嘅係得到知名監督三本寬嘅推薦，又要睇。三本寬講話唔好睇咧，套嘢就未必真係唔好睇。但如果三本寬話嗰套嘢好睇咧，咁就真係好好睇啊！嗱，咁呢樣嘢我認同喎，呢樣嘢我又認同。係啦，佢咁撚咁鳩自大，佢都覺得好睇，其實套嘢應該都 OK 嘅。係啊，係啦。咁就同埋即係真係都係我講嗰句啦。即係如果連你的名字都可以打飛機講到咁撚有深度，我覺得呢套都應你哋呢套都應該要睇下咯，睇下佢有咩深度嚟。係啊，佢唯一。比不上這個你的名字 的要素，就是它的行銷政策呢就不是做得太好， CPR 做得不夠好，是行銷做得不夠你的名字好。其實它是透過一些 fans 不停地宣傳，但是個官方有沒有做些什麼去催到東西很大，其實就沒有了，沒有啊嘛。是但是這樣才好，這樣得到評價的話，是這樣都有正面評價，證明是好東西。還有也都我想亦都冇見到有啲好過分瘋狂吹奏佢嘅人出現咯。咁係呢套嘢其實出現嘅都係兩大類別咧，就係覺得佢改編得好，同埋就係個我覺得我啲嘢冇咗唔得咯，就係兩種咯。即係極其兩就係咁啫，即係亦都唔係有第三方嘅，有第三方就係、是、喂唔得套嘢好真實啊。啊係有啲係，只第四方嘅唔係
套嘢好似好真實，我都係唔睇啊。唔係啊，係有啲人話哇改編得好真實，真係好八婆嗰陣時候。係。第二跟住、就是、之後就話真係要俾啲要俾啲要俾啲中學，即係唔係小學啦，俾啲中學雞睇。有啲人係會話等佢哋學，即係唔係話。喂，你睇嗰兩條友幾八婆，唔好學佢哋，係學呢、這個就係啲點講咧，係比較溝通上嘅問題咯。我覺得佢哋中學雞睇應該都會有共鳴感，會有共鳴嘅，會有嘅。但係有冇好深感受就唔知道，但我覺得可以，真係可以試下嘅，係可以試下嘅。即係因為都係嗰句，即係而家動漫畫咧，你要推廣佢俾啲。即係比較唔係窄圈嘅人去睇咧，而家啲作品好窄嘅，因為好多時候你總會諗到有啲 surface 啊，有好多套路上其實好多圈外人接受唔到嘅嘢啊。係啊，唔係就連我哋自己睇，就連我而家自己睇緊嗰啲都一定係為窄圈做嘅，根本俾唔到外面人睇嘅。係佢哋俾你係估唔，你冇辦法鼓起勇氣去叫人看。我咧就因為個問題，我應該同你睇。我又覺得其實窄圈嘅嘢咧，我就比較不俏啲，同圈外人去做一個交，做一個接點。咁我當然我又不俏呢樣嘢，我就覺得唔需要話一定為咗要貨。一個為了向大眾推廣而去做，應該話直頭不應該為了向大眾推廣。係，但係唔係我意思是佢即係唔係咁，因為我講緊嗰樣嘢就是 surface 同埋話套路上一些很膠的話，其實你不應該為了 serve 啲宅，然後 keep 住一些不好的東西在喺度，你不可以因為啲宅慣了然後就覺得呢樣嘢可以 keep 住喺度噶嘛，係咪？咁即係我意思是你向外，你對外推。你做一些冇呢啲元素的作品，咁就可以除了我哋宅圈的人之外，都有更加多人可以欣賞到動畫呢樣嘢咁解啫。係，我覺得冇必要嘅。我咁當然，我好封建制度，我係好封建制度咁當然啦，即係好似你的名字咁飲埋啲陳頭嚟就唔係咁好啦。係啦，係啦，係咯。我啊覺得你賣肉嘅，咁你咪 keep 賣肉咯。咁你。你一路有咁嘅作品係都會有人需要，你唔需要話為咗要同大眾接軌，將呢個圈子同大眾接軌，就要將呢啲作品抹殺。我覺得對個行業嚟講係需要噶嘛，咁你要拉大你個客源噶嘛，咁我覺得我會理解佢哋點解要咁做嘅，但我舉個例子，都係舉翻嗰個例子啦。嗯 ，C 同 CD 拉咗好多高達 fans 新高達 fans 入嚟噶，完。咁今集就嚟到呢度，用 C 同 CD 嚟作结啊！屌咩啫 ？C 同 CD 系而家喺亚马逊上面做紧嘅一套剧集咯，系好冇啫。大家收，喂你忍住啦。虽然我都好想开咪讲，但系都唔可以咁快透露出嚟嘅。咁就好啊。咁今集嚟到呢度啦。多谢大家收听，我系咁，拜拜。